现在下班了哈，回家吃中饭。听说我老公今天上午抓了好多鸭子回家，不知道今天中午有没有鸭子吃。走，回家去看一下。兄弟们，抓鸭了哈！今天抓六七只鸭子。六，先把鸭子右边进来啊。六。进来。关门。这鸭子好重一个啊。太轻了哈，还没鸭子重啊，这鹅要多给一点，鹅就还四只了哈，把它们放出去。这四只鹅这么笨的吗？抓了六只鸭子哈，上车。这鸭子已经抓好了啊，抓了六只，鱼塘里面还有四只鸭子，两只我的，两只老表的，还有四只鹅。这些鸭子抓来不是吃的哈，这些鸭子是送人的啊。这好多人问我这个鸡鸭卖不卖，不卖的哈，这个鸡我要留来生鸡蛋啊，母鸡就还18只还是20只啊，我忘记了，然后还有一只阉鸡，还有一只公鸡，年底要用啊，母鸡留来生蛋，所以鸡就没有了哈。鸭子这边我都是用来送人的啊，鸭子也不多，一共才8只，抓了6只，还有2只年底送啊。然后先把这些鸭子拉回家啊，把它们宰杀了。出去，自己出去。鸡啊，沉甸甸的啊，这个母鸡啊，你说把它宰的多可惜啊，留来生蛋哈，多好啊！总共还有10来只，把它放出去，快走。吃完了没有？早上喂的，早上喂的那个猪食已经吃的干干净净了哈。好多人问我这一头猪什么时候杀？这一头猪小年前或者小年后一天啊就把它宰了啊。我老表不是杀了那一头吗，感觉那个肥肉啊这么厚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们也没有喂的这么好啊，我感觉应该是猪的品种问题哈，这么厚的肥肉。哎呀，这一头以后我要少喂一点啊，让它瘦下来。肥肉太厚了，太多了。老，哎，啊，您的寿命也不长了啊，好享受这几天。哦，你要吃这个萝卜是不是？这个萝卜谁让你拱出来的？来，快吃。现在回家。
走了，回家把这些鸭给安排了啊，骑上我的小毛驴走了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卸货啊，杀鸭。卸货杀鸭、嗯、我还以为你上午就抓回来嘞，我还以为中午有吃嘞，这是干嘛？吃啊，用来送人的，你怎么就知道吃嘞？民以食为天，上次帮你安排一只啊，搞得我刚刚还以为我中午回家有鸭肉吃，原来还活生生的在这里。下次点一只给你好吧，这个用来送人的啊。OK， 没的问题。六只啊。